保证万无一失。废物。和以前一样，你们阻止不了我，也挽救不了任何人，甚至保不住自己的命。我不会否认这一点，千杰，但正因你我之间并无区别，我们才会前来此处。我相信你也不想再一次。够了，你在想要阻止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你们已经浪费了我太多时间。来，那个所谓的中烟，我曾为他准备过一集，在这里的你们没能见到，但现在有机会了，用尽你们的全力试着接下他吧。做得到的话，再来对我说教。啊！面对千劫，的确理应如此。看来这一战，避无可避。你还好吗，苏？我已经找到千劫的所在了，他仍在附近。抱歉。受限于记忆空间的特质，须弥芥子难以发挥其原有的效用。我无法将千劫困于世界炮中，只能将他传送至乐土的某处加以束缚，直到他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他？面对余怒未消的他，即使冲突在所难免，我仍希望留有缓冲的余地。比起千劫的态度，他能够被信任的立场反而更为重要。无论如何，在阴劫之中的确有人心怀异心，即便是方才的在场者，我们也无法轻易进行。但背叛者绝非千劫，这是很容易就能达成的共识。的确，也就是说你那么做反倒是为了保护他。称不上是保护，但千劫方才的言行如果被有心者利用，足以作为将其置于局外或就此铲除的借口。但对于我们能够信任的人至关重要。不过虽然你我都能了然，可千劫他未必会这样想。我们之间毕竟还是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我呢？你相信我吗？虽然能理解你要求我同行的意图，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也有被充分信任的理由。我不愿明言，但花，你的确除去一些过去的信赖，最主要的原因是存在于你身上的副作用。你是说我会定期删除记忆的习惯？没错，你是几乎不会受到时间腐蚀的记忆体。所谓的异心并没有滋生长大的条件，同时也是因为这份缺失，倘若在必要之时我需要凭借自己在乐土中的书意对某个记忆体进行压制，乃至抹除，你将会是我付出代价最小的那一个人。
抱歉。不，我能理解，谢谢你愿意向我坦诚。那么需要我做好战斗的准备吗？嗯，我也会尽力施为，想要说服千杰毕竟不是件易事。嗯，是敌人，既然已静止身前却毫无察觉吗？爸，看来在此前的观测中，我用已感知的心力的确已经捉襟见肘了，但敌人为何会出现在此处？看来我仍是有所疏忽。我再次进行了确认，直到现在，千杰。可是，既然千杰身在附近，这里为何还会有怪物存活？的确，千杰以那种状态被带离，这里不应该这么平静才对。难道？立刻动身吧，或许。我自以为是施救的举措，反而成了使他陷于囹圄的加害。做好准备，这扇门的背后就是千劫。幸好你平安无事，再让我等下去可就未必了。怎么没胆量直接来见我？因为那并无必要，无论如何我们都乐于看见你安然无恙，并且没有进一步扩大冲突。你想说顾全大局对吧？呸，别把那种词用在我身上。你们以此为借口杀了多少人？10万？100万？哼，
到头来我反而却是那个滥杀者，是吗？嗯？告诉你吧，我没兴趣和你合作，那种经历有一次就够了。对于我接下来要做的事，立场根本不重要，我也不在乎。亲姐，凯文和艾莉西亚都已遭遇不测，当下在正面作战的领域，你已然是不容有失的第一人。哦，你既然知道，却还是只带了他一个人来，你们一个羸弱不堪，一个穷途末路。但你知道，我仍有底牌未出。况且，既然你已经冷静了下来，我们也不必非要走到那一步。我和你一样，不愿对殷加以怀疑，但我已然穷尽心力进行追溯。英杰之中，只有你和他的数据出现了异常。这一点，因此，若想寻得真相，我必须求助于你。直至此刻，鹰的数据我仍然无从探知，而你却已经不再异常了，这就是我此前向你发问的原因。千杰，你见到过鹰，至少曾与他身处同一个空间，是吧？你还知道些什么？让华代为补充吧，也是经他提醒，我才发现自己遗漏了这种可能。我也是在得知须弥芥子的变化后才想到了这一点。在现实中与空间相关的能力似乎在乐土中会有所不同，鹰掌握着一种能够冻结空间的剑技，这点我们都有所了解，甚至亲眼见识过。既然鹰的数据不是消失而是异常，那或许他的异常不在自身，而在于使用了那种剑技后的空间。哼，看来你们倒是没那么蠢，只是和以前一样高高在上，认为自己能隐瞒得了任何事。你不是第一个有所察觉的人，鹰失踪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收到了独勇专用的暗号。内容呢？求救。一如既往，对吧？无论是对待他的妹妹还是他自己，你们总是先去猜疑一个需要别人去救他的人。太高尚了，太高尚了，看着你们我都甘愿做一只野兽。也就是你认为鹰也是受到袭击的人之一，那之后呢？连同你的数据也出现了异常的那段时间又发生了什么？我前往了暗号指向的地方，但除了这副面具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知识是独勇的面具，只有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巫王我才会戴上它，也只有任务完成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将其摘下。主动，明白吗？若非身故，即是为敌，和我此前的判断并无出入，你也是为此才寸步不离吧？别以为我看中你们的判断，我只是想让你们心服口服。来吧，你不是在乐土中非常特殊吗？告诉我，这上面的血迹究竟属于谁？好吧。但在此之前，倩姐，如果这上面的痕迹并不属于鹰自己，换言之，如果我无法为他证明清白的话，你准备怎么做？
怎么，我之前的态度让你产生误解了，是吗？你没资格向我发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答案呢？是艾莉西亚。到头来，犯蠢的那个人竟然是我。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千吉。够了！我竟然会蠢到想用你们的方式来证明鹰的无辜。既然如你那时没有谈论完的事，现在已经结束了，而我那时没能做完的事，也应该继续。苏，千吉，我们不必非要如此。我不会再蠢一次的，盲人。既然在你们眼里，绝对清白无辜的只有死人，那么过来，就从你们开始吧。抱歉，花。这一战还是无法避免，我会尝试连接他的精神，限制他的行动。在此之前，倘若你已经用尽全力，请务必如实相告。那时，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了结此事。给我滚开！就凭你们两个，也配让我同行？连自己真正想要救下的人都无能为力，却还痴心妄想拯救一切。结果也只会像你的队长死去时那样，你只能眼睁睁看着烈火烧尽一切，而你一事无成。让我的怒火跪下，然后死。雕虫小技，成功了吗？
但我难以维持太多时间。花，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所以精神感知型才会如此令人恶心。如果真像你们表现的那样无所不能，你又为什么没本事救下自己的导师？回答我。面对我，一总！够了，这里不是现实，你们也不是阿波尼亚。废物，和以前一样，你们保不住自己的命。我不会否认这一点，千杰，但正因你我之间并无区别，我们才会前来此处。我相信你也不想再一次。够了，你在想要阻止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你们已经浪费了我太多时间。来，那个所谓的中烟，我曾为他准备过一集，在这里的你们没能见到，但现在有机会了，用尽你们的全力试着接下他吧。做得到的话，再来对我说教。千劫的力量仍在攀升，那一击绝非此刻的我们所能抵御。除了花，接下来的事就交由我手吧。苏，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不能再负担正面作战了。无妨，痛心本就是我的提议。既然如此，即使我没有抹去千劫的意愿，也绝不能眼见你因我而死。非地面，而是往事乐土的空间本身吗？千劫，你这是最后一次，而你们也不会再有机会阻止我了。千劫，不必再追了，花。虽然不愿承认，但我们竟然被千劫摆了一道。他只是想借由我的开眼，为往事乐土这一存在撕开道裂痕。方才那一击，正是最后一根刺后，他就能沿着这条裂痕，逐步毁坏乐土的空间。他的目的，不是恰恰相反。他是要毁灭阴劫以外的一切。这真的是千劫能够做出的布置吗？正如你刚才听到的那样，千劫不是一个会制定计划的人。佯作愠怒，这倒是阿波，无论是他猝然发难的理由，又或是交手时用以激怒我们的言辞，现在看来都显得太过突兀了。那接下来线索还是在此中断了，甚至还有一位同伴为我们的行动加上了倒计时。如果束手做事，千劫真的会毁了整个往事乐土。虽是一记险招，既然他仍是我们所知的那个千劫，那必然不会再。而无论那位背叛者的目的为何，眼看着自己身处的一方世界将要瘫毁，即便而且他也同样给予了我们启迪。论及乐土本身，在英杰之中，动身吧，花。
去和梅比乌斯谈谈了。是谁？哼，千劫。笑话。好，这句话应该我来说。你又是谁？你觉得你比我更了解自己？好吧，在你的意识彻底弥散之前，我们好好看看这个地方。艾里西亚，你休想。真的？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对这里感到很陌生吧？就和大部分人一样，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都没能看清他们自己的心。就当作是一份谢礼吧，我会尽可能让你死而无憾。哦，这是你在接受超变手术之前折断的那些第十神之剑。看来伊莫尔的死的确非同一般。对千劫的心境而言，这里已经是绝对的深处，但关于他的记忆仍然被留存了下来啊。你到底想干嘛？不是说了吗？帮你审视自己作为临别赠礼。大多数人即使在死去的时候，都没能明白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想要什么。你不必，也不想像他们一样，对吧？伊莫尔不该就那样死去。看吧，我刚才的结论就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虚妄之上。直到现在，你不还是在试着欺骗自己的心吗？那位副官被选为了第十律者，甚至是其中最具威胁的个体，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听不懂别人的话，还是已经聋了？我知道他必死无疑，但他不应该死得毫无意义。我已经亲手让他的结局不再微乎其微，而你，你甚至不配提起他的名字。哎，好吧，毕竟我就是你，我可没本事说服你。不过我倒是有件事非常好奇，你在获得了超变因子之后，用伊莫尔的核心制成的神之剑。很奇怪，我没有那部分的记忆。你也配？他成为了什么不重要，他做到了什么才重要，是吗？怎么样，一个人的思想果然和他的记忆密不可分。是。不过在那时，你竟然还有心情讥讽他们无千劫。你和他们不也没什么区别吗？算了，让我们继续吧。是在那间疗养院发生的事？怎么了？不堪回首？
还有什么可问的？现在的情况很特殊，我们既是千劫，又是一个旁观者，所以我对一件事的看法未必和你一致。就例如作为象征留在这里的这把武器，如果记忆没有因为狂化出现差错，出于任务应毁了你的第二个家，对吗？当然了，那也是一个契机。如果烛火之蛾发现你的过程没有那么残忍。够了，你也没资格评价鹰。鹰？关于他，我倒的确有不理解的地方。我有足够的理由对他恨之入骨，但你没有。毁坏乐土的空间，你甚至愿意为他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不需要，哪怕对你全无益处。不想回答就算了。也对，你的怒火实在是相当奇怪，从这些记忆来看，你根本没有憎恨过某个巨大。我终于明白了，千劫，难不论是在疗养院被清理的那一天，又或者之后的每一次无能为力，你憎恨的都只有自己，所以那种怒火才不会熄灭，除非你迎来死亡，没错吧？你说够了吗？唉，看来你没兴趣了解自己啊。也对，人类在悲哀之中才更像是人类。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事。对于那段在疗养院中做搬运工的经历，你似乎非常满意啊。太奇怪了，那时候你根本不以厮杀为乐，虽然他们看不见，但在被那些孩子夸赞的时候，你竟然会忍不住发笑。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选择，就连你，一个已经彻底变成野兽的人，也想做一个普通人。闭嘴！啊，看来不是。那么我明白了，你的确不想成为普通人，却又自始至终憎恨着自己。伪装的真好啊，千劫，这太有趣了，难怪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你当作同伴。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畏惧，歼灭了最多敌人的野兽，却根本不是在享受厮杀，之所以渴求力量，是因为总在面对变故时软弱无力。普通人的生活，不，你想要的根本不是这种东西，而是一个。我说了，给我闭嘴！唉，冷静，我不必和将死之人争执。看样子我们的漫步还没有结束，在这里爆发冲突毫无意义。那，请吧，前面应该就是最后一站了。无论身心。虽然已经是非常久远的记忆了，但他们还是如此清晰，而且让人难以理解。你的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该不会是被那个阿波尼亚篡改过记忆吗？他不敢。那么你就坠落在那个蒙昧并且受到崩坏侵扰的村落。
是，怎么了？可是，一个从天而降却毫发无伤的人，他们非但不把你当作怪物，反而视为神奇。仅仅因为你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能战胜崩坏兽的人，这还不够。那时候的崩坏，在普通人看来，应该还是非常符合常理的吧？不过也对，毕竟你根本不是人类，甚至直至今天都绝无仅有。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神奇却不怎么友善呢。不论那是习惯还是本能，你都不该让那些人发觉的。被盲目尊崇的异类同样是异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那又如何？你说的倒是很轻描淡写嘛，但那种疼痛在记忆中。你对科斯摩说过谎，对吧？你之所以在战场上能够忍受疼痛，根本原因是这段经历。你当时就是被绑缚在这根柱子上，和你无关。当然无关，我只是觉得他们的做法未免有些荒谬。只是因为你的能力，就认为你的血可以用来作为抵御崩坏的良药。废话真多，我这是在为你感到惋惜啊。以你的力量，怎么可能会被那些普通人类囚禁？你随时都能撕开枷锁就此离开，但直到崩坏再次降临，让那里成为无一生还的死地前，你都没有那么做。你可以问，问过以后就得死。唉，看来有必要提醒一下，你可做不到这一点。真的，不过的确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难怪你在疗养院事件中会选择和一位融合战士生死相搏，难怪你并不认同烛火之蛾的一切作为，却也没有选择离那个千劫。即便放眼整个世界，也仅仅只在两名首领之下的男人。够了，他真正想要的是够了，不过是一个能回去的地方，一个家。我答对了，够了。怎么，我这份礼物你不是很喜欢？我还以为这是啊，好吧，反正时间也长。你的确是一个强者，这我承认。感谢你向我敞开内心的大门，也感谢你永别了烛火英杰的第六位。是你，果然是你。垂死挣扎毫无意义，这有什么用？你奈何不了我，这是事实。我确实不能，但你以为在拖延时间的只有你一个人。寄希望于同伴，你只是在为我送上第二份厚礼。对，一份供在你坟前的花束。他们的方式不是不懂，只是不屑用，明白吗？而你想见识的，千劫会做的事，现在才要开始。我要感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那女人当时的话，装模作样。来，你不那就开始，燃尽一切，至死。